玩命两爽妹，千米高空踩醒晒马，唔好搞错噃，系晒呢啲马。佢两个喺美国加州约瑟米蒂国家公园1005米，约等于335层楼高嘅悬崖踩醒，行过悬崖。不过佢哋嫌未够激，仲要玩埋花式，连帮佢哋影相嘅摄影师都话佢哋 crazy 啊！